大家好啊，今天呢，我会去采摘一些莲雾。哦，我们看这些莲雾现在它在还椰子，所以很多椰子都掉落在地上。我这边已经安排个梯子，然后我现在会爬到上面，会去摘。其实这边呢，这边的牛奶果也已经成熟哈、哦，已经成熟。啊，莲雾也是一样。要爬到上面哦，这里还有个虫，要小心，要不就很痒哎。哎呀，爬到上面，我看这棵莲雾啊。前几年我做了炸鸡，现在长得好大。好、